另外，我们带您来看到，这是曾经在吴宗宪的综艺节目以漂亮素人大受好评的腿模，叫莫金。他173公分，他的长腿103公分哦。最近拍摄了一连串的火辣照片。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莫金，茉莉的茉，水晶。明天啊，笑脸有着一双大眼睛，节目中被主持人吴宗宪亏，有着高挑身材的莫金其实有双细长美腿，还是个腿模。黑色透肤丝袜，一双美腿又直又长 ，OL 装扮引起网友热烈回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莫金，今年21岁，身高173公分，希望你们会喜欢我。身高173公分，有着103公分的长腿，让他很有自信。他们都说就是可能腿最漂亮这样子。好像103吧。就是如果有要试镜的话，也会积极去争取，因为现在就是想要多方面发展。还是学生的莫金现在兼职当起模特，不排斥未来进军演艺圈，未来还想当个新闻主播。三立新闻徐世廷、赖安蒂，台北。